内角直球，相同满垒的一个局面，这个球打到了一二垒之间，穿越的安打。现在三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得分，第二位跑者郭富林也要回到本垒，那球这边传三垒又传得有点偏，苏志杰滑到三垒之后再往本垒这边来挺进，那球要赶快处理起来了。哇，又是一个爆传，结果陈永基回到本垒。哇，这个 play 虽然不是满贯炮，但结果是相同的。陈永基的安打，再加上乐天桃园这边手背上的瑕疵，现在场上通通清空，垒包上全空了，变成了14-6。啊，做一个反向攻击，这个打击的技巧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哦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拉打哦，他是顺势的往外推哦。那其实右外也在处理这个球，应该是有机会可以触杀二垒往三垒跑的一个打者，但是。啊，三垒手林立啊，那个球还没有进手套之前，他拉得太快，所以没有碰到手套，所以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哦，又造成一个失误。是，那后面在补位这边又要赶快的把球回传到内野，结果又多出了一次的失误。这个 play 在记录上来讲，等于是陈永基打了一支两分打点的安打。